我们之前谈到了在2010年2月27日台湾雷藏寺所主办的孔雀明王护摩大法会，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感谢各个单位的协办以及所有同门善信的护持。现在我们就再来看当天盛况的精彩画面。真佛宗台湾雷藏寺庚寅年佛母大孔雀明王新春祈福护摩大法会，法会开始。恭迎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师母莲香金刚上师暨上师团。真佛宗根本传承上师莲生活佛身法王座。
兰基金会方才成立一年多，但是去年的88水灾还有今年海地的地震，基金会急难救助也不落人后。目前基金会正与中委会配合颁发奖学金的活动，此事培养人才，贡献真佛宗，推广真佛密法的工作。基金会理想的大目标是十年内建设属于卢盛彦布施基金会的教育机构或医疗诊所，贡献给社会大众。台湾雷藏寺的代理住持莲哲上师知道这讯息之后，他为了表示支持基金会说，雷藏寺的地那么宽广，欢迎基金会任选一块地建筑使用。这消息给了我莫大的鼓舞，谢谢莲哲上师。莲生活佛是受出家戒，受出家戒戒子请长跪合掌，恭请圣尊法语开示，并示受出家戒。这个我们首先呢，奉请揭摩阿协尼，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得戒阿协尼弥勒菩萨，教授阿协尼，宏观圣敏金刚上师，莲生活佛。那么在这个戒坛之前，你们是在2010年2月27日受的出家戒，那么尊贵的证明是坛城三宝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莲生活佛，即坛城三宝给你们做尊贵的证明。在座的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有几万的同门多为你们做见证，亲自的证明你们此时此刻得受出家戒。那么首先问你们，你们是不是自愿进行受、遵守出家戒律而不犯？在坛城之前绝无虚言，三宝为证，上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及教授师等，都给你们作证。那么希望你们受了出家戒以后，要守出家的戒律，从此而后上求佛果，下化众生。出家是一个信念，长远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出家以后就等于进入佛门之家，除此之外绝无二念。那么我们现在恭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刚刚呢是新出家的，那么新出家的当中啊，有两位是上师，好，我补充一下，这个第一位是莲崇上师，那么莲崇上师他本来就是上师，但是他现在呢具足了出离心，所以呢他在受出家戒，那么莲崇上师呢他就是出家的啊上师。啊，第二位是以前的莲庆法师，那么莲庆法师呢本来女子出家，如果在续法的话只有一次，也就是说不能再出家，但是瑶池金母特别指示这个莲庆法师可以再出家，因为他是瑶池金母的分灵。啊，将来瑶池金母的分灵也一样可以广度众生，所以出家的时候啊，就可以授予啊这个上师的灌顶。那么将来还要再补灌顶，就是莲庆上师。那么现在刚刚是出家的啦，啊，现在是在家的啦，啊，这个在家的，你们受了在家菩萨戒以后，如果对出离心更浓的话，你们将来也一样可以出家。啊，在这里呀，期望你们呐，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在家菩萨戒，那么将来呢，再遵守出家菩萨戒。怎么没有人鼓掌？那么什么叫做菩萨呢？以他人为重，自己为轻，就是菩萨。以自己为重，他人为轻，就是私心，就是凡夫。啊，这个重点把握住了，这个重点把握住了，所谓菩萨是慈悲喜舍，去帮助人，去救度众生，这是菩萨。不是当那菩萨戒以后啊，希望啊所有活的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诸天全部来涌在你赚大钱，不是这样子的，是舍己为人，他人胜过自己，这是大慈大悲的精神。欢迎您再次收看给你点上新灯。在上周我们为您报道了台湾雷藏寺莲生活佛在孔雀明王护摩法会中受出家戒在家菩萨戒，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看当天莲生法王也为许多对新人做了扶正。今有林思通、高伟思等啊，20对新人，那么在这个孔雀明王护摩坛城之前啊，接受这个活菩萨的加持啊，上师的加持，成为一对又一对的这个新人。那么首先在这里祝福各位
能够在佛菩萨坛城之前，将来幸福美满，这个王子跟公主啊结婚啊，从此呢过幸福美满的日子。那么我在这里呢，祈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所有的诸佛菩萨、诸天护法、空行、放光加持，那么让你们能够敬爱圆满。那么再来讲的话，就不是很一样啊。在这个我们真佛中，卢师尊每一次扶正都要跟你们讲一些话，这些话是心中的话，是真正的话。那么天底下最可怕的一本书就是结婚证书。那么在这里呢，当然佛菩萨面前跟你们讲的是真话，真人讲的是真话。你们在这里扶正，我不能保证你们就不会分开。你们结婚是好事，分开以后你们就来出家。当然我不希望你们分开，因为我希望你们啊早生贵子啊，生一个福德圆满的贵子，福德圆满的贵女，男女都是一样。但是你知道吗，福德最大的儿子跟福德最大的女儿，将来都要在真佛宗底下出家的。结婚是好事，出家也是好事，生儿育女是好事，儿女出家也是好事，一切都是圆满的。今天呢，这个天气呀，本来是出大太阳的，那么我祈求这个孔雀明王的羽呀，伸长一点。啊，化为云，那么把这个太阳稍微遮一遮，让大家有点清凉。那么我也祈求孔雀明王在虚空之中啊，加放光加持24对的新人，所有明王之中，只有孔雀明王心里是非常的祥和，他的外貌非常的祥和，那么内心呢非常的清凉。那么在这里祝福你们所有的新人，在长远的未来，你们的心中都是清凉的。啊，不要，当然热情的火花要永远的自然，那么彼此之间都不动气，就是清凉，就清凉，互相敬爱，永永远远。我们恭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是莲生活佛的福证，孔雀明王护摩法会的精彩开示，欢迎您继续锁定台湾雷藏寺所制作的 DVD。